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アバータイワン。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老师推车。继阿法之后，我们又把这台车买回来了。2020年的218GC，这个是二系列全新的车品，规格表贴在旁边。啊，你们其实，在很多新车车评的频道都看得到这台车，因为这个好像是五月才上市的，很多的车评现在都陆续在上片当中，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讲太多别人讲的东西，我们没有新车公司给我们车试，我们就去买回来试。这个一直是我们的宗旨，好不好？因为我自己的东西，我嫌它才不会被告。这我的东西，我花钱买的，我可以嫌我买的东西吧？应该没问题吧？好，我也是车主嘛，对不对？首先我带大家看，我觉得这台车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有没有看到这个大鼻孔？哎，其实大鼻孔哦，刚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跟 iPhone 一样？有没有越多带镜头满满的？有没有？也有人哭手说那个鼻孔越做越大，有没有？可是实际上看到实车以后，觉得这个鼻孔一点都不突兀，而且很霸气。我们现在看到线上车评他们借出来的那个218GC 啊，都是白色的。白色的话，它这个鼻孔就是黑色的。杜哥那边是黑色的。对，杜哥这边是黑色的。然后这个鼻孔有一个很特殊的，你们看这里黑色的，有个盖子，发动的时候要打开，为了空气力学设计的。当他觉得需要风进去，他就会把它打开。我跟你讲哈，218GC 有两种版本，一种普通版，一种是 M 版，169跟179的定价。但是其实哈，目前接单只有179，169只是幌子，他希望大家都买179。很多车评会说啊，如果是169、179差10万哦，多了这些智能驾驶 M 版的这些配备有没有？建议大家还是选179万。可是事实，他们只有引进179万。你怎么知道？内部消息。虽然现在只有179可以卖，没有，你要硬要169可以，可是他们会一直叫你买179。18寸的铝圈哈 ，M 版的才是哈，你如果是一般版的，是17寸的铝圈，配备的胎皮在这边2/4018，原厂配的普利司通的胎，它没有前后配哈，正常 BMW 会前后配，后面的胎会比较宽，可是它这次四个轮胎都是2/4018的，哎，18的刚刚好而已，好不好？你现在1500cc 嘛，对不对？1500cc 等级 Kiss 都国产车都用17了，我 BDNA 呢 ？BDNA 不用十倍准一雄呢？能看口吗？会看靠里吗？我开了这一个礼拜，我发现这个是致命的杀人武器在这里。哦，这个做的是真的是蛮尖锐，你一不小心哦，哇！刚买回来的时候，我太太差点中招，被这个 K 到。然后呢，它的 B 柱非常的粗壮，莫名的粗壮。但是呢，我觉得这里很奇怪，因为觉得这个玻璃做的就突兀哎。就是它明明做那么长，它只有做一小扇窗，而且其实我觉得这其实蛮危险的。你如果这样不小心也小心弄到，我觉得里面升降机可能就GG了。有没有这个 M 版的椅子？两个都是电动椅，材质 Alcantara 啊，麂皮。上次讲过了，好，不要再讲，好不好？那这两个电动椅就很值钱。以前哈，我们在改装车子的时候啊，最喜欢改这个精神指标的椅子，例如说。你是旧的 Impreza， 你就要去改 WR-XSTI， 买那个椅子回来改。你如果开的是这个 EVQ 是什么，你知道吗？假 EVO， 好，就是开的是 Lancer， 你就要去杀这个 EVO 的椅子回来改。好，这是要改精髓的椅子，所以这个 M 版的椅子等于是已经帮你把这个精髓的椅子改上去了。那这个椅子哈，刚做的时候蛮硬的，可是长途开起来你会觉得支撑感真的蛮好，坐久了其实是觉得椅子还蛮舒服。而且我发现哦，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左右的两个翅膀在你过弯的时候辅助你，让你的人不会晃来晃去，不容易晕车。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椅子啊就蛮值得。然后看到它后窗放下来就是这样，一样要注意这个很尖锐的地方，因为它没有那个窗框去修饰了，没有窗框去修饰，这边其实很容易去刺到，这个扣到刺到是很痛的哦。所以你看，像这个前座的这个门板下雨，其实这里很尖哦，这个摸是会刺痛哦，我手指这样是会刺的，哎，擦哦，它这个倒角倒的不远，所以其实这个都很危险，你不小心去踢到，你脚就凹成，搞不好会喷血。它这是 M 版的，有一个小的压尾，再来，它这里其实有一条四条，
穿过 BMW 的四条。你如果买的是白车的话，这条线是黑的，就很明显。可是因为我们这台是黑的，所以四条都融入到漆里面。那它这一次的这个尾灯是很多人觉得很丑的地方，可是其实它跟八系列很像。我去网络看，很多人说很丑，可是我觉得 BMW 很好玩。BMW 车从以前我从小到大，它只要一有大改款出来，有没有？上市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看那谁啊，他爸呀，什么长得那么奇怪啊，鼻孔怎么变这样，有没有？可是看久了会越来越好看哦，很奇怪，甚至更久它变经典了。以前146刚出来的时候，哎呦，那该干那胖胖肥肥啊，不会黄。可是干，今时今日，大家越看觉得越好看，越经典。我跟你讲，阿呆，什么叫潮流？就是你穿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可是过了五年之后，大家都穿这样了，那你就是什么潮流的尖端嘛？啊，所以哦，刚上市的时候，很多东西大家都没办法接受。那这个见仁见智啊，这很主观呐、啊。那它尾边哈、哦、也有一个这个导流板 M 版才有的，可是它的延囊供我就觉得看起来有一点比较丑熊一点，很像一个尾饰管套上去这样而已。不过 OK 啦，因为哦179万嘛，哦那是台湾179万，在国外这个可能就是马三的那种 label， 对不对？在国外没卖那么贵啊，所以我们应该要用马三的眼光来看这台车就好了嘛。好，屁股大家看一下后车厢，有没有？它的 T 不是这样的。啊，不是的吗？你看那个家乐福卖场很多人这样，那有些干那个脚太短啊，还是感应不灵敏啊？你要看车主在那边，啊，男重他小有没有？不是，他是伸进去出来就好了。哦，脚短也是 OK 的，就好了。好不好？前后就好，蛮灵敏的。对，蛮灵敏的。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有没有平整？可是其实它这个有一个功能，折起来，对不对？这边有一个这个，你把它这个往上抬。可以勾住，好，所以它实际的行李箱是这么深的。然后这边里面有急救包、拖车钩，它这个也是做的很抽象。它这里有一个12伏特的点烟孔，可能给你插打气机的吧。可是它现在都是防爆胎，所以它的连补胎机都不给你。防爆胎很贵啦，所以通常很多车主哈、哦，防爆胎年限到就直接换一般胎就好，比较划算。防爆胎很贵啊，这个掀起来哦，开车后面你会一直听到。有没有会一直听到口口声音？所以我建议我开车我都打方向盘啊。这里上面有钩子，拉开可以6/4分离倾倒。好，结束啊。这个大牌在台湾我觉得有点奇怪，你看它锁在这个后车厢的最下缘，盖起来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好像已经快磨到保险杆。保险杆，对，你看松松的。我们刚刚讲前面的鼻孔是镀铬，对不对？这个框如果是白色车那台是黑的，是黑的。我的是镀铬的，那我也一样，我不知道是所有的黑车它都是用镀铬，还是说这一台比较壁雕。那我自己本身我是喜欢黑车配银色，我觉得 OK 不错，因为黑全部都黑啊，就奇怪啊。我觉得黑车不太好，你看这都指纹，指纹很明显，超明显的、啊，有没有？黑车就这样，我懂，因为它剩下一台黑色的。我这个人就是急性子，我既然想说要买要拍片的，就快点买了。快点回来，因为他本来跟我说大概7-8月的时候叫我买 M235， 然后那时候 M235 就有货，或者是颜色也没得挑。他说如果要挑也是要等7-8月之后，因为第一批已经卖完。那因为疫情的关系，他说下一批应该是在7月或8月才会到港。I can't wait， 好不好？我现在马上就要压起来啊，感觉来了。你知道以前那个男生在骗女生，除了说我们去汽车旅馆上个厕所以外，还有一个啊，你都把人家弄这样了，他这样硬硬的会不舒服。所以要弄软才可以。啊，阿丹，你干你啊？你有没有说过这种谎话？没有。你确定哦？没有。你看到这个 Twin Power Turbo 哦，不是 Twin Turbo， 不要被骗了。双涡流，单涡轮，就一个涡轮而已。你看哦，新的 BMW 哦，妈的没买也不晓得，没有封胶。正常我们是跟大家讲这个钣金折进来有没有？嗯。这边要有封胶对不对？它这没有胶，你看，直接你看这边很明显，钣金是直接折进来。那正常，因为怕水停留在这个地方，正常会贴一个封胶，它这都没有封胶，不知道会不会生锈。你看它现在的水箱支架哦，正常来讲，以前的车的水箱支架是坐在这前面，可是你看现在它从这边锁到这边了，设计把这个全部的水箱支架都退后，而且是锁在这个避震塔的前端哦，这跟之前我们所认知的一个造车的工艺是不太一样。它的皮带哦，侧面做了一个侧盖，我现在手摸竟然是纸板的。然后它皮带材质好像也变得比较强韧一点，它这个可能是为了要防石头异物进去而已，可是做成绒布纸，应该是有一点抽象哈。你如果要锁门的话，按这个三角线，锁起来。
它是用按的，摸到就可以，摸到就叫 moment 哦，不是啊，它是 moment 锁门呐、啊，但是没有 moment 解锁，没有解锁，解锁就直接拉就好，好不好？直接拉就好。那它这个窗户哦，一样是有以前的那个酷贝的功能哦，两门的，有没有？哎，上升跟下降，开门下降，好，这是一样的。我觉得其实后座的空间还不错、哦，好、哦，后面有两个出风口，两个 Type C 的充电口。当你的前座的椅子它做成赛车椅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比较薄的，所以说后座空间就会显得蛮大的。但是你注意看这个前座椅，它前座我觉得它这里设计的很平整，有些车哈、哦、中传这边会吃到副驾驶座的位置，但是它做的整个就是一个很方形，长方形已经蛮大的，对不对？你看到我现在退这个前座的椅子哦，它可以退超后面。我跟你讲，我老婆坐在这很爽，脚完全是直的，还顶不到最前面。你像这个车，我为什么非常赞许这一点？很多车子哈、哦，它虽然后面有那么多空间，可是你椅子只能退到一个程度，你就不能再退了。这个跟滑轨的设计有关系。然后它后面虽然它现在是全轮驱动的车，它后面还是一样有那个国铃，中间还是有凸起，还是有国铃。因为它这个如果是 M235 的车款，有四轮传动的车型，所以可能还是要走传动轴的预留。那时候我不买 M235 还有一个原因，坦白说 M235 太贵了，买不起啊，靠呀！哎，那个回来几吊一吊就贼呢。这个车我们如果回来要卖，聊个几十万，好，有可能蓝妈的还撑得过去。那个260万的东西，不是蓝妈的嘞就可以解决的，有可能你得破了都没有办法解决，好不好？我们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我比较不喜欢这一块，这块就有点廉价。它这个是粗粗的一种网状的那种布，这喇叭盖有没有质感？那这个网状的这个四条，那觉得有没有质感就见仁见智。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它有气氛灯。我当初会买这个车，我觉得气氛灯也有蛮大的影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气氛灯感觉在宾士里面要花钱去选，它现在新车就付给你，就觉得哇，刚就有回，人就贪小便宜嘛，有没有？它气氛灯哈，只有四个门的四条，跟前面这一条，其实现在它有一点点微微的发红光。当然这个气氛灯的 level 跟宾士的那种门板下缘的那种整体的那种感觉还是差几亏，可是反正不用钱尬在里面就算多的。阿丹，你们看到我这个充电线这么帅，银色的，因为这个 iPhone 这个最容易在从这边断掉，然后你看现在新的这个车充都做得很有质感，你看它是有一个快充 USB-C 的快充 Avire、哦、这个充电线我觉得还不错，你看这个编织的有没有耐用钢线，对啊，真耐用，没办法。这是业配吗？怎么可能呢、啊？我们想偷自入。什么自入？什么业配？我跟你讲啊，这不是啦哈。我们这个额外的充电器哈，是这个全新 Color Mix 智能三孔车用充电器。你觉得这是业配吗？不是吗？这不是啊，这我一个好朋友的公司啦，互干不用钱，你知道吗？我说很简单嘛，我是说哎没关系哈、哦，这个东西如果是好的东西，对不对？我家拿来看，用料不错，质感不错。那我说 OK， 我们在影片中帮你做个露出，那你提供这个，我们先提供这个十组哦，这样不止哦，大概有20组吧。好，没关系啊，反正详细的数量我们到时候在影片下面会讲，我们抽给我们的粉丝嘛。我是觉得做的还不错啦，包装也蛮有质感的，蛮有质感的啊。哎、欸，这真的不是业配，我是认真的跟大家分享，好不好？这不要说业配，以前哦 ，iPhone 啊，你去夜市买那个线，有的很便宜嘛，几十块，100多块，刚回来插的时候可以用，对不对？啊，是过一阵子，他就说不支援此配件，那个就是用那个仿冒的晶片，所以你如果用仿冒晶片，在你更新之后，有可能有一天它忽然就不能用了。那像他们这种都是去跟原厂买这个晶片，那我有问过他，他说因为哈、哦。他这个晶片就很贵了，啊，苹果出这个晶片就是要赚钱，所以他给他们授权的晶片其实就不便宜，所以他们的里面的售价其实有蛮大部分就是要 cover 掉这个授权的钱，啊，这种线也比较不容易打结啦，对，比较不会粘在一起，对啊，阿丹，你鸡鸡可以打蝴蝶结吗？不行吗？不行，你可以吗？我的皮可以，靠呀！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哈，车充这个东西，我自己。用那么多车充啊，我真的觉得一个安全是蛮重要的。你如果有时候买到不好的，这个会很烫，很危险。然后再一个，里面有没有过电流保护？我跟你讲，烧掉烧它是没关系的，要么你车烧掉，要么你手机烧掉，你自己选一个东西嘛。
再来一个哦，其实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 Seven 就是麦当家的。哦，是啊，屌了吧？所以你说哈，人家来找我们业配，我一听到 Seven 全省 Seven 都卖这个，还需要我们吗？然后那个话锋一转，请问我能帮得上什么忙？有没有？本来的那种干，那叫业配哟，哇，干那多少钱啊？一听到 Seven 全省这个山西通路 Seven 啊都有，请问我能帮得上什么忙？它这个灯如果亮绿灯的话，代表你的安全的配备有启动，偏移啊，主动刹车功能有开启，它这也会绿灯。如果这一圈是红灯的话，就是你把安全配备都关掉了。这个是无线充电板，可是真的不方便，而且它这个你这样放不会充哦，没有充对不对？要插下去。干你！哦，有了，有没有？干你！啊！有没有？非常难出来。这个大概你是小只 iPhone 可以啦。然后它这边中控台是钢琴烤漆的，钢琴烤漆我觉得很烂，你知道为什么？你看都会这样长。对，然后你看到一点一点，真的口水还是你喝的饮料有没有？现在已经才回来一个礼拜，已经这样，哇，几点几点就罢了。那它这个按钮，你看哦，我觉得它这按钮设计还不错。你看这里有一个防滑 off， 然后这个是自动停车。你看一般的按钮是设计一个一个一，它把这个整个都拉成一整片，这样比较不会缝缝有那个屑屑脏东西。对，这个设计还不错。它这个中控台啊，我觉得辨识度太低了。我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我看不到这个指针的位置。我看了很久，我才知道哦，原来现在油在这，原来现在温度在这。啊，这个转速的指针，有没有？所以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我看不太懂它的界面，我觉得这个不够直觉。可是其实它从这个我的坐车里面哦，你可以去调整设定，有一个简易模式啊，简易模式就这样，这也看不懂。P， 啊，这时速在这，然后这是速度。有没有？对啊，我之前有转过简易模式，我觉得太简易了啊。这里有一个速线辅助哦，你就可以选。有没有？你刚刚讲的超速警示要不要提醒你？有没有？还调整限速什么小的，现在功能他妈有够多啦啊！内部照明哦，它可以去选择氛围灯的颜色，你要换成紫色、绿色，它只有单一色。我想说怎么不能有没有？丁香色慢慢变成绿色，它、啊、绿色慢慢变蓝色，然后我看你哎呀，哦，一直轮流这样才帅，对不对？哈、哦，质感。啊，辅助功能就在这边。哦，这个、啊、我把主动刹车关掉了。这有雷达有没有？它、啊、如果你在倒退的时候有侦测到有车接近你，它会帮你踩刹车，有没有？我都把它关掉了，我觉得很烦。好啦，反正功能很多啦，方向盘震动回应啊，什么小都有啊。你看它连转向系统可以选择 ，Comfort 的就舒服标准模式哦，引擎是 Sport， 变速箱也是哦，变速箱也可以选择有没有？哦，它、啊、可以从置为标准。你看我 Sport 按下去，它有 Individual。有没有我的设定？总共有九种的 Sport 模式可以设定。倒车就是一样，有雷达，有这个，它没有环境的，有啊，倒车辅助、摄影机、影像，哦，这边都可以选。好，我不会玩。M 版的方向盘，那这个粗度我就很喜欢，哇，有熟悉感。它这个 M 版的椅子还是跟旧款的 M 一样哈，还是有这个透击吐舌的功能，哦，腿靠。然后像这种 M 版的，它就是在这种地毯啊。门槛、啊、都会加入这种 M 版的元素在里面、哦、然后杯架除了中间两个以外，门板左右各有两个，这个就我就喜欢了，可以放新鲜屋热力包、哦、对，这个就不错了。可是、哦、我觉得以前 BMW 就是这样，它的直接的对手是宾士的 CLA、嗯、坦白讲，你如果要论内装质感的话，真的是差一个 level， 塑料感真的是蛮重的，包含它这些按键很塑胶了，真的很塑胶，还有这个门板上面的这个电动记忆电动椅，那这个拉柄的材质还不错啦，在国外是马三等级的，不要太特殊，好不好？好了，试车走。这个车哦，我开的比较麻烦，是你一上车都要把这个按掉，这个是就是停红灯自动熄火的嘛，自动熄火。对啊，按掉。那 Auto Hold 也可以控制 ，Auto Hold 它的设定是你发动以后就是关闭的状态。可是我觉得这有一个很难用，就是你 Auto Hold 开下去，对不对？然后我想要在停车场一个车，比如说我现在找车位，对不对？然后就找，这边好像有个车位，然后你就干，你就被锁住了。有时候一不注意，你就觉得不习惯，你就觉得被刹车刹住。所以我通常我习惯性就是把自动熄火关掉 ，Auto Hold 也关掉。三缸140匹，七速自手排，双离合器，所以呢，开起来有一点像 DSG， 你知道吗？
我坦白讲齁，我觉得比我之前开 DSG 是顺多了。我觉得双离合器有一个最需要习惯的地方，就是它那个乳型，你知道吗？它那个乳型的状态你真的很难习惯，但是一旦速度起来以后就真的蛮顺的。然后我觉得它开起来没有力，它的那个没有力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比如说你在高速公路开80公里，你松开一下油门，你想再加速的那一下，你会觉得有 0.5 秒至1秒的那种顿呆感。可是我不知道它是因为变速箱的关系还是涡轮迟滞的关系，它就是会有那个顿呆感。可是这个跟我们之前在别集讲过的一样，它这边有个 Sport 的模式可以选。其实 Sport 你按下去之后啊，这样的感觉就不见了，屌了吧。我之前讲过嘛，我们不是每台车都一定要开着 Sport 试车嘛？我们不能叫观众朋友说，哦，你开这台车，你就是 Sport 在这按着，哦，你开起来才会顺。可是，在这台车来讲的话，的确，如果今天我是想要比较开起来比较愉悦啊，比较爽快的那种操控的时候，我就会按 Sport。那个我讲的那个顿颠感就会不见了，神奇了吧？它这台车哈，哦，有这个自动跟车嘛，哈，哦，还有这个车道偏移辅助，很有趣哦。它超过70公里的时候，它就会介入。可是啊，我好几次觉得很可怕。你例如现在，我要往左，啊，你看拉方向盘有没有？哦，它会自己拉。干，超恐怖的。你看哦，尤其是这样，我们现在等一下会入车道，对不对？嗯。我一定要打方向灯哦，我一定要打。当然这个是合法的嘛，好，哦，合理，我们一定要。只是我说，有时候你冰冻啊、被给你啊，会很危险。我试一下给你们看。你看我现在车道偏移了，对不对？有没有？它会帮我转，而且还会警示我说我歪掉了。但是我们只要打方向灯就可以过来了。OK， 所以这一台车哈，我开一个礼拜的心得就是它是纠察队，正义魔人，干都不能歪的。可是有时候你开歪一点点，因为我们人每天都妈的开在路中间嘛，对不对？像有时候开扁端啊，懒得转方向盘，歪了一点，好，歪了一点，你看它就把我拉回来。什么力道蛮大的，而且他讲说一再偏离车道，一再吗？一再，一而再，再而三，一再。他可能想说我睡着了还是怎样，所以这台车不管你下交流道也好，什么你要换车道，你一定要打方向灯。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说，其实它力道很大，所以我不敢试啦。你如果今天假设你120公里，你忘记打方向灯，你很用力的想要快速往左切。他又把你拉回来，那不知道会怎样，会旋转吧？不知道会不会旋转，啊。我跟你讲，我这种老屁股，我坦白讲，我们也不是什么他妈动工手法的啊，不是，我们是老老实实的人，只是说有时候晚上前后都没车，我们换个车道，有时候真的会懒得打方向灯。我讲实在的，你闯红灯嘛，对不对？被警察拦下来，好，警察先生说你没有看到红灯吗？你说有，我有看到红灯啊，可是我没看到你，对不对？没有警察嘛，做点小坏事应该不为过吧？阿呆，你女朋友跟他说，哎，阿呆，我们来做坏坏的事，然后阿呆就说好，去穿越马路，哎，去穿越马路，对不对？就做坏坏的事了。然后他这个现在的这个导航系统，你看他有这个你现在行走的路的速线，我跟你讲啊，他妈这个跟什么鸟用都没有，你看得懂吗？看不懂啊！看人家这跟像蜘蛛网这一堆是什么小，这全部勾成一团，你看这是什么？我跟你讲，他这个图资啊。我家还没有，干还是我家住太偏僻。坦白说，我用 Google 习惯的，就清楚、简单、明了。你看这尾盖那爽，尾盖那我喜欢它。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在跳现在的限速，对不对？嗯。当我们把跟车按下去以后，它就会维持在这个限速里，你不能超速。现在限速是60的话，它前面那台车如果开超过60，它就不跟了，它还是以这个60公里为。基准限速为基准来帮你跟。之前我记得福特什么 Co-Pilot 360好像也是这样，他说他会去扫到那个路标，对，路标牌嘛，啊，他这个应该是利用里面的图资导航的那，对，他知道这条路现在速限是多少啊，他就在速限。可是可不可以违法？可以，他从这边加减，你可以去调，把时速调高。然后现在他很多功能啊，上面一上车手机连线，甚至他有这个 BMW APP， 你可以远端。前方限速10公里每小时，大概拢咧讲话啦，差死，行车记录器也讲，然后他这个也讲，然后超过速限一直讲一直讲。你有没有去过那个停车场会有那种躁郁症？车位已满，请稍后。车位已满，请稍后。干娘，我无位，我底下等边仔一站，我们压起来，你知道？你知道那个去那个金华城的停车场，它有两道，它是按钮取票嘛，对不对？嗯。它两台旁边你也在等，然后我就这样。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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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要赢过隔壁嘛，你要先找，对，两台都要等嘛，啊，是不是一台车出去就有一个位置出来？啊，你们两个不知道谁会先按到嘛？干，我一直按哦，我老婆在旁边说你是小孩子啊、哦，我跟你讲啊，等一下哦，跟我一样会这样的在下面留言的、啊，不相信全世界只有我那么幼稚。哦，盲点亮了，有没有？他的盲点哦，我觉得很准确。之前不是开过很多拉萨盲点，有没有？我为什么说拉萨盲点？这个盲点不准确，你一直开车它一直亮，侦测到什么它都亮。那这个情形之下，就跟放羊的孩子一样，久了你就无感，它反正一直亮，一直亮，一直亮。可是啊，这一台车它不敏感到，有时候我以为它坏掉了。我刚开始交车的时候，我以为这盲点到底有没有用？后来我发现它不是没有用。它是非常准确，真的有车在那个位置，而且是车哦，不是他妈看到黑影就开枪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盲点是准确的盲点，可信度很高的。我这样讲好了啦齁，有时候我们国产车不讲 ，Volvo 好了 ，Volvo 其实也蛮会亮的，但是有时候盲点亮不代表车道切不过去哦。为什么？因为它有可能离你其实蛮远的嘛，可是它你盲点是亮着的，这样你换车道你会怕嘛？可是其实你右后方的车还离你还很远。它有一段距离，你其实是换得过去。那这个的盲点就我说比较准确，就是它如果真的亮，你就是不要换了，是真的过不去。但是它只要不亮，就代表你都有机会可以过去。对，好，大概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样子。前方限速，我看看哦，这就差每小时。真的啊，我一直塞车啊，一直压，这是没办法关的。可以关掉，它可以关掉，我还没有空去把它关掉。那我刚刚讲这个车道偏离也是可以关掉的，可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它有这个功能，你把它关掉怪怪的。然后它有那个后方车流的警示跟侧面车流的警示，就是你在倒车的时候，如果它预知这个有碰撞的危险，它会帮你踩刹车。然后那时候我交车的时候，他说我把你这个功能打开，我说不要。他说、啊、可是这样我觉得比较安全的，我说关掉拜托，因为我觉得有人帮我踩刹车这件事其实有点可怕啦，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帮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帮我踩，很可怕。然后它这个灯很有意思哦，我们现在看是白色的，对不对？你大灯开启的时候，它会变成 BMW 的最经典的橘红色，对，橘红色的。但它白天的时候，你不开大灯的时候，它是白色的灯。为什么我会去买这个二系列？很多人都问说，啊，你怎么不买三？那其实第一个是我觉得二 GC 是全新的车型，那这是全新的车型，以前没有这样的车款哦。唯一一台我还会想要再买回来开的车是 M235。我跟你讲哦。现在车越做越大，二系列的体积哈、哦，等于是以前旧款的三系列的体积。现在就是车越做越大，引擎越做越小，缸数越做越小，吸数越做越小，对不对？我那时候开那个 M235，我觉得那个尺寸 size 是最刚好的。整个在这个实用性上面啊，还有我操控上面，车头也不会显得太长。那整个灵活度上面，我觉得是比较符合我的使用需求，我觉得开起来对我来讲是舒服的。好，我喜欢二系列的 size。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它的轴距啦等等，我开起来我觉得是刚好，它空间也符合我的运用。那我唯一旧款的我最讨厌就是它少两个门，有时候真的拿东西是不方便，帅是很帅啦，真的后座要拿东西很麻烦。你有时候要拿个包包，像我们要抱个小狗哦，你有出去采购后座有放东西的时候，真的是会比较不方便。再来一个就是，反正没有人要给我们试车，我们就自己买回来试，很简单嘛。那天真的是中午哦，睡起来我就看 YouTube 啊，他就推荐给我，然后我就点进去看，看完我就打给我朋友，他说我们公司剩一台，我说好，那我下午去，下午我就去，然后我就买。他们公司剩一台，哦，这是限量啊，是不是？没有限量，可是因为刚上市，第一批好像只有100台，它发表完就疫情了，所以只有第一批进来的100台而已。可是其实路上数量应该还不到100，因为还有一些展示试乘车嘛。它公司有两台，一台是试乘车，一台就这一台。哦，我那时候还想到第二个，对不对？大家都说，啊，那我可怜，怎么可能去买新车回来试？有没有？我跟你讲啊，没有什么事不可能，不要用小小的脑容量来思考别人会做的事情，好吧？因为你不是我。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疯狂 crazy。 以前人家说这个怠速三缸抖动，我觉得在 Focus 啊或者是在这个上面已经其实震动抑制的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个车我一个礼拜用起来，我觉得我只能说它的整个加速度跟它的操控的流畅度，我觉得在大部分的使用应该是都没有什么问题。那唯一我觉得比较差一点的是，我觉得
对于这个轮罩方面的抑制，当然因为18寸225接地面积其实也蛮大的，再来这个也算是 BMW 里面相对比较平价的车款，所以它对于这个噪音的抑制我也只能讲说普通而已啦，轮噪声还是有的。不过我坦白说，我之前买过这个 A250 的新车嘛，对不对？其实 A250 的轮噪声就大声蛮多的，后车厢传来的那个声音，那因为这个不是五门车，所以它后面的轮噪声是比较没有这个轮噪的声音。那前轮的轮噪声音我觉得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比起这个宾士当时 A250 的设计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好蛮多的啦，给大家参考啦。那风切声的话，我觉得可能因为它新车的关系啦，很多东西都紧的嘛，对不对？以往这个无框玻璃的风切声比较大的这个状况，我在这台车上面，我觉得跟有窗框的车基本上感觉起来没有太大的差异性。那我不知道它老了会不会 GG， 这我就不晓得。好啦，这个车我就先爽一阵子啊，因为比起阿法来说，我觉得你叫我平常上下班开一台阿法去试车，我刚才塞公车了，你知道吗？对不对？就我跟我老婆开一台阿法，所以那个车我根本连爽都没办法。爽，我只能在后座睡觉而已。泰山又不做我的司机，泰山现在高级上班族，所以这个比起阿法来讲，我好像日常生活还可以稍微用一下哦。所以我打算先开一阵子，到时候我们再看怎么卖，好不好？锁定我们的 FB 动态。我好像没闲到什么有啊，就内装质感比较差、啊。那反正 BMW 嘛，一如往常的塑胶感。有啦，我们还是有闲到一点啊，这不好判读啊。你的时速表真的是看不懂，看不懂啊，我只能看数字啊，数字 OK 啊，可是它数字很小，你知道吗？干，我可能再过几年，我那个手机字体要用最大的指针，还是比较直觉式。以前我们用指针的，其实你用眼睛的余光，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时速了嘛。嗯，因为你知道100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嘛。好，反正就支持我们做更多影片啊。反正新的东西一定是棒 ，BMW 对不对？大鼻孔，真香。今天的218 GC 的开箱影片就到这边跟大家分享，然后喜欢我们的影片要记得留言讨论、分享、订阅、按赞，然后支持我们烧钱做更多买新车回来的影片。其实这样我也蛮爽的，每次都可以开新车，妈人家以为我们赚多少钱，很苦啊，没有人要借我们车啊，我们自己买啊。好啦，下次见啦，拜拜。 1, 2, 3 Why she I found myself falling for you. Blue hat, I know that. Oh, you've been looking out for me too. I'll see you when the sun comes out. I'll meet you when the light goes down. BMW 帮我弄一下，请问你要弄什么？Hey Siri， 帮我打电话给老婆，请问要拨给哪个？我的 Siri 给我嘞，请问要拨给？抱歉，我一次只能打给一个人，你想打给谁？我老婆太多，她说一次只能打给一个。我不知道你的太太是谁，其实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阿呆，以后你会不会开车？然后一说，嘿，我需要帮忙，然后。那个车也在问你要帮什么忙，手表也问你说你要干嘛，眼镜也问你要干嘛，车子也问你要干嘛。阿呆从来妈的没有那么受欢迎过，哈，需要帮忙的时候，嘿，人生中最开心的一件事，以后会变这样。